有，根据枪战现场嘅 CCTV， Ocean 喺商场里边嘅观察，综合 CID 嘅料，里边应该仲有四个恐怖分子：巴翼、马雷、卓飞、艾杰。枪战，喺商场企好咗集合，而家剩翻四个恐怖分子，佢哋超过10个火力，而前紧40几个时。 妈的，谁能把这圆环阵解开，我就。